今天拨空来参加这样的一个盛会，大家知道今天要看什么电影吗？神话之鸟。会不会有人不知道？行走神话之鸟哈，它是由我们梁建德梁导演，还有台北市野鸟协会的共同拍摄。那在这里也要拜托大家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等一下电影放映后不要急着走，因为我们还有一些互动的活动哦，请大家要留步。观赏这部珍贵的纪录片，谢谢梁导跟台北市野鸟学会为了台湾这块土地所做的贡献。我们为了响应台北市野鸟学会为黑嘴端凤头燕鸥栖地保护所发起的与神鸟同行马祖燕鸥栖地募资计划，群英飞鱼在此赞助新台币10万元，作为表达支持之意。好，我们现在是一个捐赠的仪式哦。谢谢。群英飞鱼小小的心意了哦，就是希望梁导继续拍出这么精彩的影像。我们再一次的掌声，谢谢哦，谢谢梁导，还有康理事长，谢谢。希望有高瞻远誉的作用，谢谢梁导，谢谢。再带回去办公室，我很高瞻远誉。那很高兴，很难得有这个机会，能在这样的一个夜晚，然后在这个电影院跟大家聚一聚，聊一聊，一起看这一部寻找神话之鸟的影片。那像最近已经连续了3年的时间都是繁殖失败，那我们发现有太多的干扰和问题，然后栖地有太多存在的一些种种的困难。所以在这一次梁导的这部影片发行之后，台北鸟会就推出了一个与神鸟同行的栖地富裕的一个募资计划。举世发射鸟第四部举世会面鸠，那这些鸟因为都是迁徙性的候鸟，所以我们就把它取名叫做跨越海洋的飞翔。它们都不同的形态在台湾出现，像黑嘴端凤头燕鸥是夏候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珍惜这些
在台湾出现的这些物种，因为它们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珍贵哦。那也都是因为台湾的保育运动，让世界看得到这些鸟种。那希望我们透过类似这样子的影片，可以让持续大家来关注这些。那我们之前有一个片子叫《老鹰想飞》，那时候，其实我们刚开始在拍摄的时候，我们找了很多政府单位要赞助了，都没有人要赞助。为什么？他们说老鹰那么普遍，跟麻雀一样，所以没有什么单位有兴趣。可是沈老师花了20年的时间，后来发现说黑烟为什么会这么少，逐渐的减少，就是因为我们农田里面大量使用农药，够大的。我也是几乎躺在甲板上面都不能动。我本来拿着摄影机要去拍，结果后来我摄影机连动都没有动，就躺在甲板上。其实坐船晕船是非常痛苦的，这个晕船。但是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想，因为有时候吃晕船药，可能吃了会想睡觉啦这些。我想说啊，我们出去就是要工作，如果吃晕船药不会晕船，可是我会想睡觉的话怎么办？后来我就没有吃晕船药，就是让它晕，让它吐。吐过几次之后，然后我现在反而觉得坐船是一种享受。